我是李飞镖，在这里恭祝各位呢虎虎生威，虎年进步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亦都藉着一个拜年的机会同大家咧报告一下本会今年的一啲活动。咁喺三月份咧喺柴湾，我哋会系主办一场大声不关门南传90周年的武术交流会。咁同时咧，今年亦都系本会成立咗35周年。咁我哋咧亦都会喺往后的时间里边安排一啲活动咧，系庆祝我哋35周年活动嘅。咁再次咧，恭祝大家事事如意，多谢多谢。